接这个动作，嗯，然后你们俩是一块训的吗？一块训的，对，有一个阶段是碰在一起的，嗯、哦，然后也是，然后看纪录片关于铁人组战整个那一段时期的纪录片，然后站动作，我觉得确实训练确实是有用。到战场上之后，当整个环境特别还原的时候，然后那些战术动作如果之前没有训练的话，你很难兼顾这些战术动作，同时去表达那个人物。对，所以哎，给你们都集中在哪去给你们军训啊？在怀柔中营基地。啊，中营啊，封闭式训练吗？对。啊，找部队的来给你们训是吗？每天作息都是按军训一样的吗？都是就找的是专业的教官，但是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我们都是每天早晨去，然后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瘦。哦，每天就跟工作一样。对。啊。对，这次也是第一次跟凯哥导演合作，然后刚刚百晴哥已经说的很全面了，对，也都是我看到的，而且我自己心里想的。然后凯哥导演还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讲戏。嗯。那听凯哥导演讲戏就是一种享受。每次拍完一条之后，凯哥导演就会用你来一条，然后那时候就会赶紧跑回来，因为知道凯哥导演他会特别一针见血的，然后特别准确的，然后特别生动的把刚刚我所表演完的之后所有的问题和怎么能更好，然后讲给我，然后每次我感觉凯哥导演讲戏的整个过程已经是像一个艺术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也特别享受这样的过程。嗯。